哟，孟老师，又来改卷子呢？对。你这红笔怎么用这么快啊？烫了。水就怎么这么烫啊？刚用过。为什么会有两个水杯？这是你的杯子。这个手别说话。孟老师，别学了，走，跟我走。干啥事啊？嘘，家里有人。Nobody talking about 家里人，家里。来，你别吓我。家里有你这个捣蛋鬼啊！这么冷，莫老师穿这么点。莫老师，外面是不是很 cold？ You mean it's freezing outside？ 哎，出门就让你多穿点，你就是不听。还好啦，还能接受。哎，你身上都这么冷了，还嘴硬，来，快点把这个穿上。哎呀，难得回家了。你听话行不行？要是感冒了怎么办？那感冒你照顾呗。那你生病了怎么办？不难受啊？哎，脑子里现在想什么呢？想你啊。继续保持啊。哎呀，快点把这个穿上。哎，你快穿啊！你怂哦！我没有，我这不是怕你着凉吗？尿不耐费哦。怎么可能？我是担心你防万一嘛。莫老师，你想想，你生病了我多心疼，我恨不得自己生病。不后悔。你后悔什么？你不会后悔跟我在一起吧？我后悔没有早点和你在一起。哎，莫老师，车上等我，我去买瓶水哦。去吧，顺便买两包辣条回来。辣条不可能啊。为什么？你之前不能吃辣的，你忘了吗？嗯，那要不我去买吧。没事，外面冷，还是我去吧。没事，我离得近。那你快去快回啊。好的。果然。吃的好香。来啊，我的水呢？天哪，我忘了，我先去。等一下，你是不是偷吃辣条了？没有啊。哼，还不承认，吃一包还带一包回来呢。This is for you 啊。专门去买水你就给我，你这小老板还记得住什么呀？我还记得住爱你啊。冒失冒失，来，给你表演个魔术，看好了 ，biu，嗯。怎么变的？哎，想知道？不告诉你。自己研究是白花椒。魔术咋变的呀？哦，你不是要自己研究吗 ？Just give me some hint, please. 哎，很乖。啊，你说。不告诉你。好烦啊！还在研究。来了，孟老师，我教你吧。看。不要闪闪。双十一。嚯哟！我怎么把我俩东西再懂了呀？那什么？我看看呢。不给你看。你报复你怎么那么重啊？是可以打 your own coin。算了，我不想看。啊，你可爱吗？什么吗？情话多说一点，像我就多看一眼。